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脚印一族团队，我是总召洪明。我们也持续前进偏乡服务长达七年的时间，而今年将至高雄市那玛夏区民生国小搭建原民文化的活教室永续书屋，希望透过此计划精进人才的培育，并安排了三种课程。第一，原民文化讲师授课，让大学生先了解当地文化背景，依据原民文化带入书屋的结构设计。第二，邀请专业的木工老师指导，进行机具的安全使用说明与操作，并精进木构架的应用。第三，带书屋完成后，将开设儿童美学课程，让大学生与孩子们互动，达成双向教学的目标。最后，谢谢怀世代青年公益实践平台，让我们大学生有更多元的学习管道，让我们继续用爱建筑偏乡，守护这片净土。